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贵国神书天德经。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为心发起。阴阳日月最中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俺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同修，各位咱九九天法会大上各圣众亲。历代祖先救贤之祖，三界万灵中华民族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列祖先贤上顶。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《贵国先师天德经》。天德经啊，经过一经义，甲咱启示咱的心，迄点心，爱有心。才有念，但是咱要爱有念，嘛爱以心为主，为靠山，为咱的王。所以贵国先师啊，甲咱启示这部《天德经》，是伫启示咱大众之心。佛法嘛，甲咱启示，甲咱讲咱有一点心是甚么款的心，互咱了解咱的心发偌大，咱的心。会当包含三千大千世界，咱的心啊，会当达到虚空无尽的法界，咱的心会当强达万丈之境，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的功过，甲一善恶，将未分别两端以来往，故其心之空，其德之行啊，实属众生万物之尊，诸天圣神佛菩萨之心。故圣尊德乎大地啊，大地。咱大地有玉皇大帝、三观大帝，这诸天圣神大帝，嘛有天地。那么尊称为大帝，帝者为王，帝者为心。所以地者基德啊，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之心，大地。咱真侪人真侪袂顺心，年头咱就求天公、求玉皇大帝。正月十五咧，咱就求三界公、三观大帝。会当尊称为帝，伊心量呢，已经甲咱顶节所开始啊，伊的心量，伊的德啦，已经配天地法界虚空，自境，伊的心啊，心达虚空无尽法界，强达万丈之境，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的功过与善恶，所以诸天圣神佛菩萨之心。故尊乎，故圣尊德乎大帝，圣圣圣，伊尊至尊伊心，德啊，咱所有一切行为所思考行为，好呢，总称为大帝。所以咱
玉皇大帝，要做玉皇大帝是无简单呢，无简单呢。哈，伊爱成圣，圣者大智慧，爱有大智慧。哈，尊者咱的心，咱的心量爱真宽，爱真大。德者咱就是所实践的行为，所实践的伫世间所做的善行啊，所做的善行。咱啊三项，这嘛是三样啊。这三样拢集完了了的时啊，你有圆满的时，才有自有诶自备做大德。十多年前，我伫台湾点咧条啊咧，吼、哦、看人写，吼伊某人尊称家己，吼、哦、家己合作为什么大德，我笑笑啊。咱看咧笑笑啊！啊，尊称个大帝咧，把众生老困难才去找伊这个大帝，伊何做尊称为大帝？贪嗔痴三毒伫现前的时，大帝伊将来伊都唔捌抢功，大帝伊将来都唔捌甲众生讲，哈伊较牛，大帝伊将来都唔捌甲。好，伊帮助众生，和众生消灾解厄，好度一切苦厄。伊将来都勿讲，点点默默无闻的在做，点点啊在做，来布施，来施出这样的法益。那么太阳升君，伊嘛是大帝。太阳每一天光明和万生万物，伊将来都毋捌讲伊有偌大个功德，伊嘛无希望，嘛无要求大众万生万物对伊个感谢，伊无时间好去想讲人安尼个感谢无，伊个咧想讲日日夜夜无共款个所在照出所有一切光明，所以。太阳升君者，伊嘛是大帝，大帝。风神风的神，伊嘛是大帝。啊，水的神，伊嘛是大帝。所以各位啊，咱若了解以后，咱做人处事咧，世间谦虚的人会加真济。世间谦虚的人啊，坐出来是啊，天下就早一天。踏入太平，天下太平的境界。所以，哈，圣尊德和大德。来呢，宇宙虚空之大，无如公之大德。是故名为玉皇大帝，是无量光明。是无上至尊，故又名玉皇上帝。玉皇大天尊，天公、天公祖，是故为无上法宝至尊。凡我性凡，本性皆有灵光，其光有手，有五脏，有五官，有五脏六腑细胞，散发出光明。其形生灭，无常时有灵光，啊，时性灰暗，时名无常。咱来讲玉皇大帝，宇宙虚空之中，宇宙虚空之中有偌宽，无限的宽度，我都用科学去量，太阳甲地球中间有偌济距离。太阳甲其他七星中间在，咱我得去量。但是太阳伫虚空之中，伊嘛是拢是互相在调和，未脱俗。那么请问宇宙有偌大？那么古圣先贤佛家咧，伊一个上好的名词，甲代表是着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的三千次方。迄就无法多算的偌大偌阔，迄就宇宙或者虚空。那么有名稍微虚空呢？你看是遮尼阔，是虚的，
是空的，但是伊内底有力量的存在为虚空，内底有万法的存在为虚空。所以宇宙的跨度偌大咧，无法度计算，3000万的这叫做世界啦，咱只世界尔。所以咱人的心，咱的风格，咱本性，咱的福气、物极、太极，哈，咱的风格，这拢是代表咱的心大大加3000大千世界，包括地球，包括星球，包括七星，包括九大行星，拢在咱的心。但是呢，咱人伫世间爱了解到这个宇宙虚空之大，所以咱真济人呢，哈，伫世间呢，好，当当拄着未顺的事，咱就去问神。问什么人？问什么人？结果呢？问查甫去问呢，就讲你有查甫鬼在你身躯边。啊，查甫去问呢，就查甫鬼在你身躯边。哦，咱修行的人，咱爱度阳，莫度阴。哎，修行上重要是度阴。阴是啥？消极、贪、嗔、痴、无智慧的想法为阴啊。啊！就过去做所有的法界，这个无智慧、贪嗔痴的灵魂世界，这孤魂幽灵顶呢，三界万灵顶顶呢，因为心量无拍开，无拍开呢，拢在对消极的方面，贪嗔痴、恨怨不满、嫉妒、白天摸黑顶顶呢，拢在方面去做日常生活。所以人本身过得真艰苦，死了后咧，灵魂世界，咱的灵魂嘛，赶快的世界的排出关，这为阴啊。那么多只跳过好多多嘛。那么请问，咱真侪自称是修行家，哎呦，咱这修行吼，这阴的袂使，咱想明，为我明念地藏经的处骗鬼，什么明念？无自卑，无智慧，无了解到一切的法，所以一切这呢，万生万物万法呢，拢是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尔，灵界、阴界嘛一部分尔。曾经人讲老师啊，你仙人是专鬼，是啊，我所有人有烦恼来到这，你把烦恼担到这做你转去，烦恼好多鬼啦，咬人咩好多鬼啦。念头都贵啦，咬工陷害也都贵啦，咬工制造是非也都贵啦。所以真侪人，我讲恁甲所有烦恼来甲善恶师甲妄想老祖，你甲老祖讲讲，你甲烦恼等下做你转去，跪老祖家，你就转去啊，转去重新拍命，你转去你就赢啊。啊，你甲烦恼等伫善恶师，吼佛祖家妄想老祖家，当然就转贵咯。但是。仙佛师是地球中的一撮撮尔呢，检查的也无快呢。所以各位，咱的心这么大呢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地球是咱心中的一粒啊，检查的也无快呢。那么所有这孤魂幽灵，对你会安怎？对你有什么伤害？无智慧啊，无爱心，无慈悲心。所以咱在座各位同修弟子，咱无讲随便。哎呦，你有阴咩伫身躯边就对哦。哎呦，你有鬼身躯边对哦。你有两个阴咩，两个鬼啊，是吧？答最袂使安尼。你安尼妄语，诽谤佛，诽谤神，诽谤圣贤先将等。所以咱各位同修，咱就发问：自我学道。甲学行道72年行道以来咧，甲这来，我达水唔捌去甲你讲，你行有边有贵咧，甲你讨者，嘛唔捌你讲哦，恁祖公啊对你的安那好，这祖安那作怪，所以社会啊，咱大众爱有智慧，贵是一出出啊尔，咱学阿弥修念就是贵啊嘛，咱本人内底心内嘛有贵呢。咱身躯有五个毛，对身躯边，你知影无？五个毛，
目睭嘛是毛，耳孔嘛是毛，鼻也嘛是毛，嘴子嘛是毛，胸腔皮肤嘛是毛呢。咱看了无欢喜的，干人看人缺点，你就毛对你，你胸腔啊啦。人的优点，不要去人看人优点，去人赞叹人优点，你干人找人一心一意找人的缺点，你就是毛嘛，要有啥毛你都有。啊，耳孔，猫夹夹，哎呦，想讲我歹话无？想讲，这就是毛啦，耳孔是，你若臭耳人，拢无听爱臭耳人的事，我相信呢，你得减一项毛，甲恁受障碍啊。啊，所有的人啦，耳孔啦，老岁仔人啊，耳孔无听，我恭喜哦，老阿公啊，我阿公啊，恭喜哦，啊，你修行已经修一项啊哦，你耳孔毛无伫你耳骨边啊咯。如果安尼咯，哦，谢谢吼、哦，我这耳孔毛有影啦，如果食了久来，拢无听恁在干嘛？耳孔毛无去啊，咱要死，咱得足快咯，开灯走啊！屁，嗯，这什么酒？嗯，这高粱诶，嗯，这个矮汉走路诶，哦，这酒鬼诶，咱大家都屁，吹气，嗯，这哎，这酒真好。你们身体弄坏了啦，戆戆心情，心中无力，哈、啊，辛苦嘞，最近一个面型变了了呀，迄就是毛啊，鼻嘛是毛，嘴子嘛是毛，辛苦嘛是毛，咱无介意，我无伊，嘿，你感觉你真勇，嘿嘛是毛啊，所以咱辛苦五个毛对辛苦边，咱要走对死，家己袂晓去练我，所以各位啊，咱爱学习。咱心的本性，学习天地、大地、天公的伟大。所以宇宙虚空之大，不如光之大德啊！是故名为玉皇大帝。所以玉皇大帝是无量光。哈，玉皇天公就是无量之光。咱时时向天求天公呢，向太阳你求天公，求玉皇大帝慈悲，给我地修法力量化信心，啊，给我事业做事业的顺序，是非善恶会当判断。光就是天公啊啦。啊，那么咱的心嘛是光嘛，咱的心都有光嘛。咱是安尼，袂晓将光明好的直直想，最好的去行、去讲、去做呢。啊，所以贵国神师甲咱开始，吼、啊，哎，伊有宇宙虚空之大，不如光之大德。光一大，甲一德，是安尼光有一德呢？德是做出来。所以光啊，伊放出的光明，伊将来无甲咱分王侯将相、凡夫造作，无甲咱分贫富贵贱，无甲咱分喜怒哀乐，光伊拢永远赐光予咱，光明予咱。你看街路一挂糊里糊涂啊，脱线去的人嘛真济，也无了解到自己的伟大，的心的伟大。好好利好多抢劫偷骗等等的呢，光伊嘛无无计较，伊嘛是予伊有希望，伊嘛希望讲有一天看到个咧本性起来，这是啥？这是光嘛，是为玉皇大帝天公上公平嘛。但是有啥天公嘛做袂公平呢？啊，那袂好算，甲袂咪少花诶。那边雨伞啊，就希望讲落大雨。啊，那落大雨嘞，米少飞嘞，啊，就担心担心，啊，就卖袂出去啊。啊，到底天公是要为啥人好？啊，所以天公嘛未公平，但是天公伊是非常的公平。咱如何来运用着天公，予咱风水光，予咱的三要素三宝？三种的布，予咱一旦如何来运用？但是咱的心量真会无智慧，唔知要来运用的时，那么当然咱对天公
咚咚咚问天公，天公啊，我无害人是安怎害我这歹？天公啊，我无骗人害我是安怎？天公啊，我伫读出一个册时，我也未趁钱。天公啊，安怎？天公安怎？哎呦，天公啊，哪拢害我未生囝？哎呦，天公啊，阮囝哪会可能未受教？阿弥陀佛啦！啊，天公，我咱未生囝，求天公，天公呢，大公无私，予咱有囝。咱无好好教育囝，有一天啊，囝咧糊里糊涂的时，你怪天公啊，你来遐无慈悲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啦！咱大家啊，心甲只念头，咱爱心天公，一切伫付出的时，咱万行代志，咱自然会较顺之啦。所以叫做名嘛，玉皇大帝，至尊之大德是故名为玉皇大帝，是无量光的名，无量的光明是为天公，是无上之尊。世间哈，无上之尊，风水光这三项上伟大。西方叫做世界嘛爱有光明，西方叫做世界嘛爱有水，北宫的水。哈，西方叫做世界气候温和嘛爱有风。那么请问，有诶个好啊？天公是什么概念啦？吼，我什么好的上大，什么上大啦？有开过无？天公是三要素、三性、三尊合二为一。啊，一性风、水、光，一尊呢风、水、光。三尊嘛，三性嘛，三定嘛，所以叫皇大帝啊。咱一个人心，那了解这个万法的时，你的心包虚空，你就甲天公的共法的高位的心境了啦，正定正觉，正等正觉，好啊。所以无上之尊，故有名玉皇上帝。咱话叫做玉皇大帝，咱嘛名叫做玉皇上帝，玉皇大天尊，哈，嘛是天公，嘛天公中是公是个为无上法宝之尊啊，法宝之尊就是玉皇大帝。咱的善念、善行、慈悲心，这拢是三阳开泰，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。好，咱人啊，好伫世间，好咱爱学习天公的伟大甲慈悲，好，咱大家，好咱啊好好啊，咱上这部天公经，你自然呢，你会当得到无上的法喜，咱祝福各位。